万磁王林瑞雄接受政论节目专访，到底是谁对他使出电磁波攻击？林瑞雄有答案。只要我们出来，马英九就没有希望。即兴无所不用其极，里面对宋楚瑜没办法，只有对我，所以他想尽办法，理论上去希望我，我那边想。希望我发疯，希望我中风。林瑞雄大胆断言凶手人选，善于卜卦的他日前靠推背图预测宋楚瑜一定会当选下届总统，但真的那么准吗？主持人麻辣提问：现在为止还很相信你们会当选吗？我相当100%。那如果不当选的话呢？如果选举出来投票结果跟院长你的卦象，我跟你讲，推理我的推背图不一样，那你怎么想？那是代表天命难，天命有些问题，天命大概不会发生大问题，因为天命难违。林瑞雄信誓旦旦，更进一步语出惊人，大胆预估台湾30年后会和对岸中国统一。如果假如习近平做得好的话，大概30年到50年应该会合。30年到50年。他应该两岸就会和了。我的意思，按那孔令讲是，习近平好好做这10年做得好的话，只要做不好，我就不敢说，对不对？上节目谈理念，只不过2个小时节目中，林瑞雄几乎讨论旧议题，这对想听新东西的选民来说，恐怕大失所望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